Frank. <笑>博士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相信我，虽然我想相信你，但 Frank 已经没救了。不是的，我的治疗有效。 他表现出好几种人类的特性，他对光、声音和热有反应，他会说梦话。拜托 Hammond 看看他，他现在正在听我们说话。他刚刚还在吃人。我们不带他走了，所以就结束他的痛苦，然后尽快到农场和我会合吧。 West 先生，我想帮你，但你必须证明自己还有意识。这个房间里藏了一把钥匙，用它来开门。拜托你起来。很好，很好，现在把门锁打开。天哪！好，听我说，五角大厦知道 Obscurious 失败了。
他们正派出空军，要夷平整座城市，消灭一切证据。哦，我之后再跟你解释。听着，我应该知道要怎么治愈你了，但我们必须先离开这里，不然 Hammond 会杀了我们。West， 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吗？你可以写下来吗？我好像听漏了其中一部分。你这个混蛋，想活命就听我的指示，从上方的门离开避难所，现在就走。继续前进，一直走到底。我觉得不太舒服。也许是刚才治疗的副作用，它似乎也消除了丧尸状态的许多好处。但我有个主意，也许能恢复这些好处。为什么这些丧尸要这样对我？他们一定觉得你变回人类了，太有趣了。好，太好了！现在活人死人都想杀了我。Blackburn， 现在要去哪？你要到上头左转，我们正前往 Kichiro Plaza， 你现在应该看得到了。你考德的尸体还在这里。你有看到那一大群黄蜂吗？走近一点看看。我可不想被科学改造的黄蜂叮。Frank， 去吧，我们得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有东西在蠕动。现在他们正在改变你的丧尸寄生虫 DNA， 这种生物现象只在放进 Barnaby 治疗装置的丧尸身上发生过。不会吧，我大概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，我去过 Barnaby 的实验室。好，想想，快想。 Barnaby 的机器，我听到一个，我一定撞到什么了，嗡嗡嗡的声音，还发着光，一些其他东西。可恶！不留活口！完了完了！搞什么？怎么了？坏人来了！不要留情！解决他们！马奇奇进攻！就是这里，大进攻！来呀！命令是活杀勿论。先生，我十分期待你对于丧尸研究的潜在价值。好了，但你知道吗？我十分期待不用再吃人。你是不是说过可以治愈？对对，当然。来，我会打开大门，从逃生地道出去，前往 Old Town 避难所。我有个主意，但是你得快点。遵命。高升。啊。有一只巴纳比的黄蜂离群进到购物中心了。是的，那些单独行动的黄蜂其实是未成熟的蜂后。哦，所以她是黄蜂公主咯。这个好笑，我建议你抓住她，她对你的生理状态至少应该会造成一点影响。别走，离开这里吧。快走！快走！
就在前面，你抵达避难所之后再告诉我。好了，博士，我们来谈谈治愈的事吧。我们需要使用 Barnaby 实验室的旧治疗舱，但还需要几样东西才能让它运作。而且我们的时间不多， Hammond 正准备劫持一部 Obscurious 的撤离直升机，我们得搭上那台直升机撤离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搭上，五角大厦就会把我们烤熟。所以要先从哪里开始？前往 Dot Drugs， 到那里我再告诉你要找什么。我已经出发了。我到 Dust Drugs 了。好，现在能拿走多少镇痛剂就尽量拿。镇什么？止痛药啦 ，Frank。所以我到底要这些止痛药做什么？晚点再告诉你。接下来是拿回遗失的治疗舱控制钥匙。Obscurious 把它放在 Coxcrane Pub， 然后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。我推测你可能和未成熟的蜂后共享了蜂巢的精致连结。你是说黄蜂公主？如果你把所有收集到的未成熟的蜂后一起带进 Barnaby 的治疗舱，可能会对父亲的所有丧尸造成非常负面的作用。知道了，我会注意。喂喂喂喂，谁说你开派对了？好，所以控制钥匙在哪里？Blackburn， 我拿到那东西了。West， 你和你
有可能就是 Barnaby 想要创造的丧尸。有疾病免疫，有智慧，又不会老化，太完美了。如果我能取得你的血液样本，想得美！我才不要当任何人的小白鼠，你是要把我治好，记得吗？前往 Big Box Hardware， 那里有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。Hello？ 什么？不要留情！哇，又是你们这些混蛋！你到了吗？到后面的货架拿一些螺线管。螺什么？就是电磁铁啦 ，Frank。我好像拿到螺线管了，然后呢？我们先来谈谈血液样本吧 ，Wedge 先生。想想看，我们能研究出多棒的东西。才不要！要是让你抽我的血，下次你就会抽一大堆血。再来就是切掉我的胰脏，但是我很需要胰脏。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要参考一下我的笔记。不是，我的大脑等不及了，给我一点事情做好吗？守住阵线！找掩护！烧死了！我们需要什么？来点烈酒怎么样？这和治愈我身上的小毛病有关系，对吧？对，没错，这很关键。好吧，
博士，进这一堆鸟事。Frank， 我们会治愈你，但是如果这么做，我们会失去史上最重大的科学发现。等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Blackburn， 有话直说。我想到一个点子，不过我得看看我的笔记。我的智慧型手机里有备份，我把它放在公车站的储物柜。拜托你去找，拜托。你还是会治愈我，对吧？对对，快去！丧尸末日。拿到你的手机了，电量还够用。好，现在用电子邮件传送所有档案给我。好，好了。谢天谢地。好，最后一样东西，你要前往 Westridge。为什么？要做什么？要和贵族会面。你过桥之后告诉我。天哪，没看过这么爱装模作样的科学家。
Blackburn， 我到 West Ridge 了。Blackburn， 哦，好，抱歉，到中学去，那里有一群非常有组织、有效率的进化版丧尸。我可以用性命担保，他们的首领脑袋里有只蜂后在嗡嗡叫。什么？居然制造 Ron Brax 的那种蜂后吗？原理相同，不过是更强大的应用方式。那就来打烂几只丧尸的脑袋吧。我应该试着联络 Hammond。 嗨 Hammond， 你在吗？你是谁？我是 Frank， 听我说，我没事，只是有点变成丧尸而已。听着，我想帮你，而且我欠你太多了，所以说。是哦。对对，我知道，我就是这么讲义气。混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们经历过这一切，你竟然还开得出这么恶心的玩笑。Frank West 死了，现在给我滚！等一下 ，Hammond， Hammond， 可恶！
找到你们了，这群小坏蛋。好的，陛下，该护送您出巡了。我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射我！如果要射，也不要射我的头。天哪，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我也很意外。天哪，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太棒了！哇哦，看来你从来没看过变种丧尸人。我不懂。这是真的吗？你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？当然是来帮忙你劫机的。等一下， Blackburn 在哪里？高升，可恶！是 Obscurious， 我们可以打败他们。你不是正要劫持他们的直升机吗？ Frank， 我们原本是要偷袭的，我们不可能正面对抗穿防弹背心和全副武装的士兵。可恶！好吧，海曼，你掩护我背后，我会解决他们。
Obscurus 的时机掌握得太完美了。是啊，完美极了。说到这个 ，Blackburn。嗨，伙伴，情况如何 ？Hammond， 你还活着？对，很惊讶吗？也许我不该惊讶。我想 Frank 也还活着吧，和你在一起。博士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无法放手，把你保存成标本，对于人类还有我都更有价值。另外 ，Hammond， 我把接机的事告诉 Obscurus 了，别冒这个险，你们全都会死的。我早该料到的。Frank， 我们完了 ，Obscurus 已经做好准备。我会对付 Obscurus， 你们准备好劫持直升机，我才不要困在这座城里，再也不要了，混蛋。我也不会让你们任何人困在这里。Frank， 你有什么计划？好吧 ，Frank， 告诉我计划是什么？首先，我要对付 Obscurus， 然后我会找到 Blackburn。叫他治愈我。你确定你的大脑没有受损吗 ？Frank， Obscurus 正在等我们自投罗网，你会被痛宰的。拜托，连死亡都杀不了我，对我有点信心吗？天哪！好吧，随时打开无线电，如果你需要，我们随时出动。不管了。在哪里 ？Frank， 别伤害我！现在道歉还不算迟啊！你做了什么？你把他们全都杀了吗？天哪！如果你好好想想，其实我们都有错。
你是不得已才把我整个人卖给 Obscurus， 不得已才出卖 Hammond 和他所有部下。哦，拜托！还在这里动手？游击掠者！就像是有个士兵制造机一样。
这样我可没办法信任你。你的存在对人类来说非同小可。Vic 手上有 Barnaby 的笔记，你大可直接读笔记，用不着解剖我啊。那个研究会花上几十年，到时候我都已经死了。要是你能看清大局，或许我们就能根除让人类死亡的症结。你也来吧。我帮你清好路了，直升机应该快到了，我要去找 Blackbird。 你怎么知道真的能治愈？他那么爱说谎。天啊，我从没想过这件事，谢谢你提醒我这一点。 Frank， 希望是我错了，如果必须对着你那张笨嘴开枪，我会很难过的。是啊，我也会。好吗？你现在治好我，我们俩就能一起搭上直升机撤离，不然我就砸烂这扇窗户，进去把你撕成两半。给你三秒钟决定，一、二。好吧，好吧，算你狠 ，Frank West。我们最好开始行动了。从这里过去就是治疗实验室了，我会引导你进行事前准备，只是我本人没办法进入治疗舱。什么？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上当？那里的 Barnaby 辐射值太高了，我要是曝晒到就会死，但对你不会有影响。哦，是啊，这一点都不像是个圈套。快没时间了，你想治好的话就只有这个选择。一、二，希望我能活下来，后悔这一切。
我们到了，直升机很快也会抵达，到时候你可以马上动身吗？你先让引擎继续开着吧。好了，首先你要把风后放到孵化器里。他听起来不是很开心。哎 ，Frank， 不知道你在底下做了什么，你把一大群丧尸引过来了，丧尸群正在快速接近。Blackbird， 你做了什么？不是我，我发誓，这一定是风后的缘故，他召唤丧尸群来保护他。好了，把你那间办公室锁好，然后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好，你得把止痛药做成喷剂，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在那边的工作站找到。他们来了，齐聚一心，我们不会就这样倒下，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。海们，你们办得到的。Blackbird，喷剂准备好了，然后呢？现在你要给风后投药。糟糕，可恶！做好准备，他们来了。好了，顺带一提，风后听起来非常生气。接下来你得接通螺线管，装的时候一定要装对方向。哪个方向才是对的？我其实不知道，我是神经学者，又不是工程师。太好了。Frank， 你干了什么好事？我只是照你说的做。Blackbird，接下来呢？稍等，我正在校准。你得重新接通电源来替他们充电，应该有个拉杆还是开关什么的。可以再讲清楚一点点吗？没办法，拜你乱砸机器所赐，辐射到处外界，害我没机会进去治疗实验室过。别谢我了。天哪，到底还有多少步骤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只会浪费力气骂我。说的也是。继续开火，卡特道还有弹药，快快！他们撑住啊！接着，你得把气体从房间顶端排出去。去找一个大型气阀。好了，拜托告诉我快结束了，他们的人正在上头送命。又快了。哦，糟糕，我忘了刚刚手册读到哪了。我买张书签给你当圣诞礼物吧。
的头。 Frank， 我们抢到直升机了，你到底要不要过来？我在弄头发。别碰，你一定会弄坏的。那边那个灯是什么？闪个不停。够了 ，Frank， 快进去金剑雷。Ooh.